刚才我以为这是街舞。所以街舞真的是这样跳的。欸，我学沈玉玲的。哦，更奇怪了，因为我是一个肢体障碍，我觉得我的爱可能就是我一直去突破，我觉得这是我对爱的展现方式。对，那刚刚那段街舞是你对我们的恨吗？他那个舞一跳我忘记要唱什么。TT老师什么感受？有感受到他的 love and hate 吗？我非常确认他是吃到陈星汉的口水的，这是他们的队伍，他们队长的口水吃下去就会变成这种神经病。我超爽的，我就算耳机拿掉我也信任。哦，所以就是没什么好讲就对了。嗯，我很难仿。好，贺龙输了，把现场叫人给锁那。贺龙输了，贺龙输了。我吵架都是我的错，吵到本来也有过，事情都会变成我无法掌控。Hey bro， 这是最新的曲风 ，Jesse Club 加 Drill， 怎么感觉有在臭？非常的新，有在臭，有在臭。最新的曲风，欧洲人都在听。哦。那你同不同意刚刚迪亚老师讲的歌词空洞？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直是他的一直以来的问题。所以你有帮他改进吗？秘密。哇，这可以难仿成这个程度。哇塞哟塞哟，直接。我想一个问题请教你，就是因为你是做舞曲很厉害的，那要如何做出很嗨的歌，但是又很耐听？就是你以我哦，不过这个被剪进去了。你说唱到21强，你怎么还在讲健身？是不是没梗？如果是，那请你承认这个问题，我帮你问看看。巨石强森，强森说健身，强森票房保证。对对对对，健身嘻哈为了脱光光，买了很多周边，把你钱包包光光。吐的味是我的师傅教我脱光光，现在不穿吊带，把衣服全摔在你脸上。感觉哎，贺龙，感觉你们萨泰尔应该会收这种哦。来写演上吧，来演上。对，那然后他的基本功其实都是不错的。我这一组好像人都怪怪的，因为你就很怪啊。因为我这次挑的 beat 都比较有心机一点，就是为了比赛而挑 beat， 所以听起来酸酸的哦，好像酸其他两组哦。我没有酸，就是酸。为什么又一个啊？刚刚已经一个了。直到我脱离 love, 最后的假音可以再给我多一点，他那个假音实在是太屌了。好假，这声音太假了，这是气音吧？这是调侃我吗？他在羞辱你。Race 是你这一组最 kill 的吗？绝招还没放出来。等一下还有更强的吗？我有一个起承转合。哦，你把7位选手做成一个故事就对了。一个股票。哦，他们就是你的棋子就对了。对。哦，他们最后会啾冲上去 to the moon， 然后一起离开这个节目。没有 to the moon 就是到月亮。对，我懂了。好，眼镜太低了，太龟哦。哦哟，你把眼镜戴好了，我看。好，戴回去好了。好，你是不是很怕跟我聊天啊？就看你看起来很可怕。你现在看起来很可怕没？有吗？你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感觉很凶哎。我没有，我不凶啊。哦，好。我哪有凶？只是因为我是你的老板而已啊。对啊，对。Say you love me, hate me, I don't really care. No way, I don't really care. Love me, hate me, I don't really care. No. Say you love me. 这根
本就是一首动漫主题曲吧，太舒服了吧。但对我来讲，第一个是嘻哈度，就是真的蛮低蛮低的。嘻不嘻哈太小家子气。有有有有有，是是是是是，看着我讲啊，看着我讲啊，我不要看着你讲。那一首歌，我 diss 了林胜福。比完上一轮，我对二九他们，我被复活。阿福好像他们不是两人组嘛，他跟他的兄弟没被救回来什么之类的，对，就很情绪。在吸烟区说为什么要叫 OD 没料，这一次是冲着他来，就刚好写到这个主题，然后就刚好有那个心情。看那些淘气的鸡们，他们总是喜欢匿名的 I don't f**k it， 开完 party 去吃清净者，我知道这些乐意，那全是我该经历的没威力的清净的，难怪他们要玩另一个。要有 hate come on way way， 那你有 hate 我随你便 I keep my sway， 不知道有的兄弟都要准备演唱会， I say my bro 你怎么还在追。他其实我刚听下来，我自己也觉得替他紧张，因为他真的把东西塞太满了。东西塞太满，在表演也好，在比赛也好，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觉得他有因为想要秀而产生一点失误吗？看其他人有没有听出来哦。哦，好，先不要影响其他三位评审的判决。我觉得你有冠军相，见到你的人都会这样讲吧？只有你这样讲。不可能，没有人看我第一句话说，哎，冠军相。你就是一个英雄，就像打篮球、踢足球一样啊，嗯，你就是那个明星球员，你就是要得分啊。可是有时候得分的不一定会赢啊，通砍七十分，但他没赢。对啊，他在刷分数啊。得分不一定会赢，赢的不一定得分很多。可是那个又不是饶舌比赛，篮球比赛你自己讲。逻辑。我不想要再讲头皮也你摸，我不想要再想叫你也你摸，我不想要再想到你也你摸。不想再想到你，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， 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， 不想再想到你 anymore。 家人真的是照片，真的，好了没事，哎呦。好可怕的起承转合哦，最后这一盒，哇塞，美丽的眼睛雷射都白做了，我看我直接疯掉。你的大绝招，对，元气弹等级，悟空最后的元气弹，那么射给你们。你是在，怎么？我刚一度是差点落泪的，要不是在有镜头在拍，我可能就哭了。而且还是写给妈妈的，对，你最在意的，嗯。不要防了啦，好痛苦啊，太尴尬了。有多难防？因为我们这次的赛制是这七个人、一定要淘汰三个人。嗯，我没有要淘汰啊。对，你没有要淘汰他们，但是另外三个评审 会另外三个人淘汰，又不是我淘汰，所以他们在我的节目里面还是活着的、啊。我不淘汰他们，那他们淘汰他们，那谁淘汰他们？你是不是听不太懂赛制？我懂啊，我怎么不懂呢？我们一定会干掉他们。你刚刚是不是有点搞不清楚赛制？就是我刚一度就是转换不过来，我觉得我这一队干掉他们全部人。殊不知你们七个人都强，现在很烦恼吧？对，我自己就是现在要就是要接到他们的名单，我自己觉得开始有点难过了。我好像有点太晚了。太晚了吧？对，你刚刚那么嗨。对，我以为我赢了。第一位。ODKZA 啊，哦、ODKZA 他很强。第二一位 Judge Elaine， 哦，自己的女儿，不是，那不是。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可能是真的对你们特别的严格，尤其是我们公司，我毫不留情，就是在休息室我也。哎呀，真心人哦！我装的，就是在休息室里面，我从来不跟他讲话，在走廊我也不跟他打招呼，就是我为了比赛公平，对，所以，我其实我觉得我对他有点不公平，押韵了，没有，不要押韵了，不要押韵，一个字 ，Palm Z。放屁！过来抱一个。
哇，好 S 哦，好 man 啊，好 man 哦，过来抱一个。